我叫约瑟夫，来自约旦，我是一名心血管外科医生。我正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读心血管外科的博士，也算快，差不多五个小时。大手术，比如说夹层，那时可能是要坐八个小时就地上去。做完手术也要看看病人，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什么的。我来听一下心脏。我很珍惜在安贞医院的实习。心脏外科手术对医生要求很高，对年轻的医生来说，有个好技术是非常重要的。有问题会及时问老师，而且会自己查很多资料，所以现在医院越来越放心，把很多工作交给我。